啊，我 Leo 啊，咁啊，今集翻嚟啊，又分享少心得啦。咁啊，最近只刀剑都更新咗啊，终于更新咗啦。咁啊，多咗好多杂杂杂杂嘅嘢啊，武器啊，剧情啊，跟住啲角色加入啊，跟住仲有啲系统之类上面嘅改变啊。咁啊，今集就嚟啊，分享下啲武器嘅心得啊，啲新武器嘅心いろ得。いろと揃ってるよ。咁啊，呢度就演一演示先啊。咁啊，单手剑呢就多咗几把嘅，好似3把左右啦。呢把如果有睇加速世界嘅话，应该会认得啊。不过我冇睇过，但系就多咗段剧情要同嗰个叫黑雪姬嘅人打，打赢佢之后就可以攞到把咁样嘅嘢啦。一睇都系乱马嚟嘅，呢度系。咁啊，唔系只 game 出错，系佢本身系咁样，因为个剧情佢系 hack 咗入嚟啊。所以攞咗佢把嘢都系，即系佢把嘢喺呢一度个设定上面，应该算系啲系统错误嘅武器，所以佢个名啊同啲解释就变到咁样样啊，有啲乱码啊嗰啲咁嘅字喺度啊，咁啊有把咁嘅嘢啊，跟住多咗把断光圣剑啊，之前嗰把叫断光神剑啊，记得系两把唔同嘅武器嚟噶，虽然啊都系叫做啊 Excalibur 啦，都系叫咖喱棒啊。好唔同啊！解释多咗一句咯啊，多咗一句就系代表你一生都要投入呢个残酷嘅战斗入面啊。上面两句都一样啊，系啦。跟住仲有多咗把叫黄光剑啊，克劳索赖斯啊，点啦？其实就啊，即系其实就，唉，龙屎剑啊，龙屎剑扮乜鬼嘢光之剑，换个名就想脱胎换骨啊！唉，真系乜三把啊！其实咧就系得一把系唔同道嘅啫，另外两把都啊可以见到系非常之有诚意啊。然后就西剑啦啊，玄光画神刺啊呢把嘢啊。跟住旧嗰把就佢动画嗰把啦，五色之光啦，呢把就新嘅短剑啊，自在剑报复者都系多一把啫啊，十级双手剑，物件消除装置，不过呢把之前有啦，唔知七呢定八呢啊，我唔记得咗啊，咁后面啲 DLC 任务呢就可以攞到呢把十呢嘅版本啊，同一把嚟嘅，都变咗十级啊，劲咗啦。瓦蓝帽就一直都有噶啦，多咗呢把英雄剑啊，杜兰朵啊，唔系 SCD，唔系特种命运入面嗰个杜兰朵议长啊，呢把系英雄剑杜兰朵啊，拳印啊，先系啦，拳印啊，光拳奥格玛，战神之名嘅武器，唔知系咪战神用过咧，唔知啊。同埋可以见到啊，啲属性嗰啲呢，更新咗之后系容易打咗啊！你睇我好容易都至少都打到2个以上咁滞啊，易出咗啲几率。我哋有几个都系有 S 啊，双 S 都打到啊！呢啲以前嗰啲你睇，同以前嗰啲争好远，都系啊一两个，跟住得 C 啊，得 B 啊最多。试过打过 A 同 S 嘅，但系都系得一个特殊效果啊！依家啲特殊效果易出好多啊，见啦。打咗3把，有2把都有3个效果啊，有把仲有 SS 嘅添啊，刀啊呢把啊穿正啊，妖刀穿正啊，从前令到名将一族啊步上死路嘅妖刀啊，呢度所指嘅名将一族应该就系、江户时代嘅德川家康嗰个家族啊，以前有传说系即系有个刀匠系佢整啲刀咧，整啲武器系。比较出名，比较好嗰啲品质。咁嗰条友叫川正啊，咁佢整嗰啲刀就叫做就以佢命名，叫川正刀啊。咁啊，偏偏个德川家康呢，佢老豆同佢个仔呢，都系死喺呢把刀嘅手下啊。跟住佢自己都有一次唔小心俾川正整嗰啲枪啊，伤到只手啊，好似伤到只手指定唔知边个喺度啊。跟住就搞到佢觉得呢把刀系诅咒啊。系一个诅咒，诅咒佢家族啊，对佢家族不利。之后就禁止咗佢嗰个村正嗰个刀匠，唔准再整嗰啲武器，同埋其他人唔准用嗰啲武器啊。所以就即系佢妖刀个名就系咁样嚟嘅咯。之后就有咗个叫妖刀嘅传说啊。
几出名嘅一把武器嚟嘅，十叻啊！住斧头啊，难估呢把啊，咁啊，其实又系啊，同之前嗰把辐射啊，我哋见到啊，嗯，单手棍啊，双蛇翼棍啊，系啊呢把，成个成好似，好似成个太阳咁，好似。即如果佢转少少色嘅话，换翻啲粉红色上去嘅话，应该同嗰个百变小樱嗰个差唔多啊。跟住枪啊，神枪莱亚的，呢把又系之前有噶啦，之前有噶啦，依家又系多咗个十呢嘅版本啦，跟住就加多咗个神枪两个字上去啦。跟住就，我反而比较好奇，点解佢既然都叫得神枪，点解唔出多把光格尼尔呢？反正呢度又有奥丁个剧情啊，佢奥丁都有出现啦，喺只 game 入面。咁你出埋佢把武器啊嘛，即系我觉得光格尼尔先系最配得起神枪呢一个名啊。佢又唔出啊，佢啊整咗呢把神枪莱亚丁啊，如果整神枪光格尼尔咪好咯。呢把就新嘅，勇气之角啊。能够斩断一切混沌之敌的枪啊！呢把只旧嘅远古三叉戟啊，支配海洋的神之枪啊！呢把新，呢把旧啊，睇唔睇得出个分别啊？哎，弓箭，圣弓啊，圣弓好似系又系 DLC 任务入面系咯。DLC 任务入面的新武器啊，跟住呢把就是今次更新加上去的宝弓啊，呢把都算有良心啦，起码同前面嗰两把不一样先啦。但系你看到佢嘅外形，即系我觉得我用小画家都可以整到出嚟咯。跟住盾就好似冇啦，系啦，大致上就是多咗啲，多咗呢啲啦，多咗呢啲武器啦。跟住仲有啲狗呢嘅，但系我就未打，我一阵再讲解啊。依家去翻酒馆先啊！咁咧任务方面咧，就之前就嚟到呢度嘅啫，和平之歌啊，下面嗰啲十星嘅就系打翻啲旧嘅武器啊，旧嘅十呢武器。咁啊，新任务就由呢个开始啊，呢个开始啊，啲炸都系 DLC 嚟嘅，去到呢个黄昏重演啊，呢个歼灭飞谷啊，至到呢个黄昏重演都系 DLC 任务嚟嘅，系嘛？冇记错嘅。好似冇记错系啦，跟住打上呢三个探索同埋呢两个讨伐就系更新嘅新任务啦。咁十级武器咧，就基本上就净系你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最上面嗰九个啊，净系头九个就得噶啦，就系呢九个啊。众神再次侵略开始至到呢个黑色童话同降雪公主，即系黑雪姬啦，呢九个啊。呢九个就可以打到啲新嘅十呢武器啦，因为其他呢啲就唔使理啦。咁就首先就咁样先啦，呢一扎先啦，呢一扎先啊，见唔见啊？见到啦嘛？睇唔切唔紧要啊，睇唔切嘅话，你自己暂一暂停啦吓。OK， 然后就啊，再加个最大值。不最大值呢，这个我要讲解翻先。这个最大值只供参考啊，因为我就不是所有武器都打晒最大值翻嚟嘅，所以就唔知系咪真系打到啊，系咪真系有啊？咁啊，啲资料都系啲其他玩家打翻嚟嘅啫啊。咁啊，信不信啊由你啊，我就。只是证实了这些关系出到这些武器的啫、啊、至于出不出到这个最大数值的攻击力出来呢，那、真是信不信由你了、啊、我都没心再去拆那么多时间再去拆了、啊、留下给有心人士再去证实了、啊、应该就不会有错了我觉得、啊、然后就 OK、啊、OK 了吗？咁啊，讲解埋个呢、这个啊，呢关啊比较特别啊，呢一关啊，呢、这个 Lost Song 啊，迷失之歌啊，呢一关可以打到呢啲武器，
关啊，佢自己一关可以打到咁多武器啊 ？OK， 然后就最大值，仅供参考，只供参考啊。不过啲武器就一定喺呢度打噶啦，因为我头先都已经俾你睇晒，我系打到晒出嚟噶啦。咁啊出就一定出到噶啦啊。至于个最大值系咪呢个就啊参考下好啦。OK， 然后仲有一个今个更新新增嘅叫做 H 之武器啊 ，H 之版本。咁啊呢个乜鬼嘢嚟嘅咧？呢个其实就系俾啲一至到九级嘅武器有机率可以拆呢个版本翻嚟。咁啊，其实就系方便啲玩家，譬如，你唔系太中意啲十级武器啊，唔中意佢啲造型或者唔中意佢，总之就好多因素啦。你唔中意佢，你想用翻啲一呢啊、两呢嘅武器，但系嗰啲武器就同十呢啊争好远啊嘛，啲攻击力唔够劲啊嘛。啊，唔紧要啊，唔紧要，你就去拆个 H 之版本翻嚟。只要你拆到个 H 之版本咧，佢就会变成十级噶啦，直接变做十级。实力都会有十级啊，即系譬如同人啊，你唔中意用佢把断光神剑同埋黄光剑，你想用翻佢自己动画本身嗰两把龙屎剑同埋嗰把黑色嗰把，但系佢嗰把一把八呢，一把九呢啫嘛，咁啊实力上啊硬系争啲啊，唔系太满意啊，咁啊唔紧要啊，你去拆个 H 之版本翻嚟啊，拆晒两把 H 之之后，咁两把都有十级嘅威力啦，啊咁啊就系咁样。H 之武器咧就比较难搞啊，比较麻烦。佢就喺呢三关度拆呢三个任务啊，呢三个探索任务啊，喺呢度拆。咁啊，出边把就好随机嘅啊，好随机嘅。咁啊，我最多话俾你听系出边个类型嘅啫，就系呢个出呢一个类型啊，呢个出呢个啊，呢个就出呢个。OK， 但你话出边一把就唔肯定啦。因为佢一个类型有好几个级数嘛，一到九呢啊，系咪先？即至少都有九把啊，跟住有时同一级嘅又有两三把咁样。咁啊，呢个系比较麻烦 ，H 之喺拆嗰方面麻烦，好难拆到啲自己想要嘅，因为太多啦。不过总之就喺呢度拆啦啊，睇下你自己系唔肯啊。咁啊，花时间去炒啦 ，OK， 咁样啊，咁啊，除此之外咧，即系除咗十级武器之外咧，佢仲多咗啲九级嘅武器嘅，咁啊喺呢三个地图入面都可以打到啊，但系我就冇打啊，冇打翻嚟啊，咁啊，亦都唔想再打啦啊，呢三个地图真系我觉得好无聊同埋好嘥时间啊。即系，唉，总之唔解释啦。唉，你玩过你明噶啦。唉，你玩过一次你就明点解会又无聊又嘥时间噶啦。我唔再行噶啦。你自己中意嘅话，你就啊再打啦，再拆埋啲狗咧武器佢啦啊。呢啲三国啊，跟住就咁啊，大致上就咁啦啊。咁啊，呢两关就黑雪公主同埋个 Lost Song 就。我都唔打一次俾你哋睇噶啦啊！因为其实都冇咩太大嘅难度，冇咩特别难度，冇咩攻略可以分享啊。咁啊，如果你唔够打嘅话，咁啊升下啲熟练度啦吓，或者你较低啲嘅难度啦吓，总之都会打得赢噶啦，点都啊啊，反复尝试啊，反复尝试就得噶啦啊。咁啊就咁啦，大致上就系咁啦。呢度都可以俾你睇下。即系我都啊打咗几把 H 之啊入侵者啊变晒十呢啦啊强豪之剑 H 之啊变十呢啊呢个巨龙子尖啊 H 之有 H 之就即刻变十呢啊实力都啊拍住个十呢啊你睇到啊同佢比较个攻击力一样啊唉就系咁啦啊 H 之武器就系咁样啦。然后仲有一个就是关于新劇情的就是多了两个 partner 可以加入啊，一个是蔡文啊，旧人啊，一个就是新人啊，这个路可思啊，这个我未见过，听闻是外传的女主角啊。咁啊，这个加入要注意啊，因为蔡文就
比较容易直接去酒馆度揾佢就 OK 啦，同佢姐姐一样，即系阿玲欣啊，直接揾佢行晒支线就 OK 啦。咁呢个就有啲难搞，要注意少少，就系你如果要触发佢嘅话咧，你要换啊妹妹啊阿丽花，跟住西利卡斯利卡，跟住你阿利兹贝特啊，要换三换佢哋三个啊，即系队伍一定要系呢三个啦。先可以觸發，記住啊！用其他人就永遠唔會觸發噶啦，佢係限定隊伍嚟。但換咗啲三個之後咧，再去嗰個公園嗰邊啊，然後大約嚟到呢個位啦，係啊，呢個位啊，係啊，跟住呢度會有個水精靈嘅 NPC 啊，一個水精靈嘅女嘅 NPC 喺呢度啊，呢個位啊，跟住你同佢傾偈就可以觸發到個任務啦。觸發完之後咧。就记得唔好换人喎，用翻嗰三个女喎，妹妹同阿西尼卡，仲有个利兹贝特啊，用翻佢哋三个，跟住去嗰个第四张大地图嗰度啊，嗰个咩原野话，睇先啊，唔记得咗乜个原岩石原野啊，系啊，岩石原野去呢度啊，跟住你睇大地图嘅最右上角嗰个洞穴嗰度啊，入去嗰洞穴啊。正常如果触发咗嘅话，你喺嗰个暗大地图会见到有红点噶啦。跟住你去嗰度就啊，喺个洞穴度行，跟住再行到二楼啊，跟住就会揾到佢噶啦。跟住打一场之后，佢就可以加入噶啦。系呢、这个剧情要注一注意啊，因为个触发条件系可能有啲人唔知啊，开始啊，咪就系咁啦。大致上都想讲嘅都讲晒啦啊，武器啊。H 之武器啊，佢加入条件 ，OK 啊，差唔多系咁啦，咁啊，如果有啲咩讲错咗或者漏咗嘅，咁啊，欢迎你留言啊，补充翻啊，即系如果你有啲系，你有啲系，系啦，欢迎你留言指正啦，总之就啊，即系如果你有啲系，你想攞你嘅最强武器，但系发现我讲漏咗嘅啊。好似唔见喎，咁啊，咁你咧睇下留言啦，睇下有冇人啊补充喺下面啦，系咁啦，今集就嚟到呢度先啦，下集啊冇下集噶，呢只 game 唔会有下集噶啦，讲明先啦，下集游戏再见，系咁 ，see you next time。